中国香，地道十三香。榜首一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》，每一次当我站在十万荣十大师身边的时候，我都有点恍惚。嗯，我在想啊，我到底是学做菜呢，还是在学武功呢？如果说普通的那个煎炒烹炸呢，大家觉得跟武功没有关系，那今天这个绝对就是一道武功。武功。今天您要教我们的那个功夫是什么来着？什么雷呀、啊？雷功夫，他还不愿意说。起手边一个打雷的雷，大家认识吧？那大家都吃惯荤的了，完要吃点素的。嗯，炒素菜又没有味儿。嗯，完要吃点有味儿的素菜。所以我们就得用特别的功夫来做素菜。雷辣椒。雷椒的辣度适中，口感绵香，和清甜的笋片融合后，这道时令小炒顿时令人耳目一新，难以忘怀。制作这道菜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螺丝椒、青笋。调料有豆豉、小米辣、鲜酱油等。我们听说过雷茄子，雷茄子啊，那雷茄子大家就能理解。先不说雷是什么动作，那你就要想打呗。茄子打烂了，因为锤茄子这个东西呢，它被锤烂了是很容易的。可是辣椒被锤烂了就很麻烦吧？其实它是一种说法。嗯，湖南湖北这块啊，他吃辣椒，他都想给它干煸了，像磨油。就像虎皮椒那样，它降低它的辣度，而且它有一种干香的味儿，对、它不过油，不知道北方是做那个虎皮尖椒，它过油炸油吗？不一样，去做对不一样，而且它跟素菜一块炒，特别好吃，因为湖南湖北的偏重于辣嘛，它吃素菜它也要搁点辣的，就是您说的菜炒菜，对，菜炒菜，但也是辣味的菜，对，特别得说一下今天石大师带来的这个尖椒太奇怪了，你看这也是尖椒，这个俗话说椒不可貌相，不是，就是歪瓜裂枣的意思是说呢，这东西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好吃。好吃。这是一种长坏了的尖椒，对吗？螺丝椒。这是一种特殊的尖椒。哎，还有一种，你像云南有一种辣椒也特好，叫褶皮椒。都是褶跟直的差不多。这上面都是皱。哎，但是它特别薄。就天生的虎皮椒呗。对。叫螺丝椒，它长得跟螺丝似的，但是我给切了啊。就它是一种就特殊的品种。对，刚开始比它还转。从小长出来就这样。就跟螺丝状了，皮薄。那它跟这种普通的我们这顺溜的尖椒，我们这个北方尖椒啊，一个皮厚，一个水系大。哦。所以这种椒就变不干。全是水系，他们特讨厌带水系的菜。对，所以这个椒也是照他们的脾气长的，故意把水分长少了一点。所以我们认识了一种新型的，比较嫩啊，新型的这个青椒，不是这个尖椒。南方喜欢吃笋。青笋。我们呢这么着啊，我们拿雷辣椒炒一个青笋啊。好吧。这雷辣椒雷出呢，先拿不搁油，跟火干煸。再拍一下干煸辣椒。对，那您得就是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，现在是雷吗？现在开始准备雷了啊。这是准备雷是吗？准备打雷了啊。这就已经开始雷了呀。那我先给拍扁了。这拍还没开始雷呢。好吧，准备要雷。在那个菜市场我买不着这种奇形怪状的螺丝椒，我就拿普通尖椒的话，能像您说的那样直接下锅干煸它吗？不好，像这种辣椒要不就切丝找，要不就给炸透了。它皮儿太薄了。对，不是它厚。不是。厚完它有一层皮。完了还有里头。你煸的半软不软的时候，它嚼不动。你看咱家里有时候拉丝儿。所以这个辣椒就不存在这些事儿，这辣椒是脆的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准备好，先把这切好了啊。我们切零零片吧。我想想，菜炒菜的意思就是，最后这两样东西啊，因为形状得差不多的话。你比如说南方嘛，他炒的他都搁点那个，搁点那小米辣之类的哈。对啊。但是他搁这椒是有特色，他也炒的都特别好吃。他不需要去了那个瓣去籽吗？去了。你弄完了是吗？对。刚才都没有注意啊，对。所以跟做尖椒的是差不多的这个程序，因为它在南方啊，整个螺丝椒整着炒着呢嘛，一条子一条子搁在锅里头，它来回煸，就整个的搁进去。对，南方人爱这么吃。那难道是煸完了以后再雷吗？就是煸就是雷。在煸的时候雷呀、啊。对。终于问到要诀了。第一步，把螺丝椒去掉地部，用刀拍松。把青笋切成菱形片，注意稍后要把螺丝椒下锅进行干煸的处理。常见的尖椒由于表皮较厚，所以不太适合来做这道菜。太雷了啊！干煲，这一步骤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之前我们也没有这么做过。其实啊，这个过程，第一把这辣度减轻，第二把水气。关键是去水气。对。
干包，这个火还挺大，但是锅这块还不太热呢，这多容易弄焦了皮儿啊。哎，包子成褶了。嗯，起皱了。对，干煸青椒。嗯嗯，之前真的没这么做过，一直用这么大的火就没问题。啊，一会儿也得个小火，用火油温没上来。嗯，不能让它糊，知道吧？嗯，这得有耐心啊，这其实很简单。这么一看，它还挺金，挺金边的。对啊，你看，你看人家为什么说整条省事啊？对啊。它实际上要借这味儿炒这种青菜，知道吧？我们要便于食用，在家里头，这是一道土菜。嗯。民间美食。确实是挺新鲜的这种吃法啊，我们。民间美食。在家里头，估计很少有人自己想到会这么做。你看这火，你得调好了。嗯。你这大糊了不好，水气没出来哈。现在它的水气开始往外蒸了，往外冒了啊。跟你说实话，有些饭馆不这么做了。啊，那怎么做？过油了，它不是雷子，它炸成那种色儿。那吃起来难道口感还会一样吗？肯定也不一样。嗯，油大点，对呀，肯定口感不一样。对啊，你这样的话，它会有一种干香味儿啊。对，是吧？你看水气就腾出去了啊！蔬菜有水分没水分，吃起来口感可差太多了。差太远了。嗯，石大师，我觉得这挺紧张的，让人我怎么觉得？不用紧张，你随时调火呀。嗯，你看这边已经起皱了。你看。我要是来不及翻，它不就糊了吗？做菜是一种心情，知道吧？是一种艺术，不要着急。你看我这个，一点都不着急的。它不是有时候不是着急的事儿，嗯，是它就蒸糊了，嗯，是没弄好就蒸糊了。你看火随大随小吧，嗯，精工用于火候嘛，对不对？精用于火候，你看。那我觉得还是您的那个感觉特别的敏感哦，翻过面来到这个程度都可以是吗？对。刚才您用这个没成褶子了，勺子这么拍它两下就算雷了是吗？对。不像我想的那么火爆吧。哎，没有，做一菜那么复杂。让我帮您擂两下吧。擂两下。嗯，就这么摁它的，其实。嗯。其实也就是为了再压一压它的水分。对。啊。表皮让它绷皮儿。嗯。出褶。嗯嗯。知道吧？嗯。我觉得这个火候真的是。它这种包完以后炒出来有一种。糊香味儿，知道吗？现在已经闻到了，是吧？它那种糊香味儿，糊香，但是是那个青椒尖椒自己的一种糊香。对，这个观察石大师调这个火候，就是它始终保持这个锅里的这个水气哈，对，不断。水气太大了就调一点小火，对；水气太小了再调点淡火。您又不预告给我，哎呀，你闻，嗯，辣椒哈，对。贝辣椒那种香味吧，香，而且那个因为籽我们去掉了，所以特别辣的味儿也没有，嗯。对，一个减轻了水气，一个它实际这是一种民间菜，嗯，就吃出一种家里那种糊香糊香，对对对，那种糊香味儿，辣椒，一闻就跟干辣椒那种，对，爆干辣椒那种味儿一样。料丝好像不讲究，其实做起来还挺讲究的。很讲究，你看擦香了吧？嗯，你看，嗯嗯，你看这个，对对。对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完全没有，对，完全没有水分了。由于您的那个火候加热，它软了，你看，水气完全就出去了。哎，咱们翻个翻，轻轻的被烤出去了。哎，你看，原来是这么温柔的被擂出来的。嗯，那要到什么程度？比如现在我你看这种焦边，大家看这种，哎，是啊，这就应该算糊了。它有些稍微有点糊也没关系啊。嗯，就吃的就是那糊香味。对。就拿它的糊香衬那个青笋的那个清香。哎，对。嗯。因为各地儿有各地儿的饮食这个习惯，嗯，和各地的口味儿，对吧？差不多了啊，嗯，啊，是只有这种胶能这么做，还有其他的食材呢？这种咱们该带那种胶就不好做。对啊，就除了那螺丝胶，它这么弄完以后，它成皮，嗯，一皮子嚼不动，出丝儿。对，找这种螺丝胶去，以前根本没注意过。你看，越来越香的味儿。你这么闻就得了。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啊？这种程度，撒点盐就在直接在湖南，对，撒点盐就吃了。家里头吗？那湖南有地方家就这么吃，跟烧烤一样。对，撒盐就吃了，这跟烧烤没区别吧？更多的就像一种烘焙。哎，嗯，你看在烧烤烤辣椒有吧？备一备，对，行了，好，行了，好了，好，它塌到这个软的程度了啊！主要它味儿出来了，你尝。味儿出来了，而且起胶皮了，关键是它的这个。这该怎么形容呢？它的这个质感是变得
闻着味儿都特别香，特别香。对。第二步，不放油，把螺丝椒直接下锅煸炒。当辣椒表皮起皱，略带虎皮色的时候，盛出备用。注意，煸辣椒的时候要不断的用勺子压制螺丝椒，使它受热更加均匀。这就是所谓雷的过程。我们热锅凉油。这个叫螺丝椒就算雷过了。雷过了，好。接下来就是炒，我想想，那应该先热锅凉油，我们先放葱姜蒜啊。然后还是先放它，再放它。哎，这个呢有点辣。就可以少量放一点儿，不放也可以啊。嗯，好。嗯，就放几粒儿吧。对，放几粒儿。好，就有点红色。对。嗯。你看这个也很简单啊。嗯。油。嗯。先葱姜蒜，下清水。嗯。这一点点小红椒放吗？糖味儿，糖味儿，先煸透了再放。好，清水一下去，水就出来了。对，你看我们再把这下去啊。所以这个放着一点儿啊。所以很干的那个雷过的椒呢，就变得也润了。煎完以后啊，我现在倒出来。咦，食材刚下锅不久，还没开始调味儿，石大师怎么就把菜都盛出来了呢？别着急，咱们继续往下看。你看啊，我们把这个炒出来以后，因为它有水，就因为湖南它炒的干香，我们的火力达不到，我们再放少量的一点油啊，把这水控一控，一点啊，控一控，控点汤，把豆豉下了。哦，先煸豆豉。完了以后，你看啊，这个，这个动作太重要了，就不要那点剩汤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别看就这么一点儿，这就乱菜。这个没有水去了吗？哎，给我放一点鸡粉。鸡粉，鸡粉。好。好。还有味精。好。拿碗出勺。好。你看啊，我们这儿没有汤了吧？哎呦，好香！醋勺，你看。好香。你看。这样炒出来没有水吧？一般跟家里炒都带水啊。而且青笋这样东西很容易出水的呀。对。它水去哪儿了呢？被那个雷尖椒给吸走了。当然不控住点水了吗？哦。雷椒炒笋片，时尚新颖，简单好做，您也来试试吧。第一步，把螺丝椒去掉地部，用刀拍松，把青笋切成菱形片备用。第二步，不放油，把螺丝椒直接下锅煸炒。当辣椒表皮起皱，略带虎皮色的时候，盛出备用。第三步，锅中放油，把葱姜蒜爆香，放入青笋和雷椒，翻炒片刻后盛出。用油把豆豉爆香后，下入控好水的原料，继续翻炒，倒入鲜酱油和味精，调味后炒匀即可出锅。今天我们还得再附赠一个锦囊，我们继续雷的功夫。对，还是用雷椒，最后我们 做皮蛋。皮蛋，对，也一道名菜。再学一招。嗯。精心秘制的雷椒香软入味，微辣回甜，再搭配口感丰富的皮蛋，这道时下流行的风味凉菜新颖别致，在家也可以轻松完成。需要准备的原料很简单：螺丝椒、红椒、皮蛋，调料有酱油等。第一步，把红椒和螺丝椒去掉地部和辣椒籽后，用刀拍松备用。第二步，把辣椒下锅用少许油煸透。这种煸制的方法比直接用油炸更加省油健康。当辣椒表皮起皱变焦，明显发软的时候，就可以盛出了。第三步，把皮蛋剪开备用，撕掉辣椒的表皮，雷碎备用。最后再淋上少许鲜酱油。一份风味十足的雷椒皮蛋就做好了。